香，你看，我已经把演讲稿写好啊，你看嘛安尼安怎？你是爱我看演讲稿，还是看你啊？啊？你较认真嘞，好不好？我到时阵头家娘来，你陪得上啊？你好惊呀！Baby， 袂歹嘛，想袂到你会写出遐尼假掰演讲稿，厉害厉害！哎，开玩笑，我是百万网红呢，我来这做你的助理，真正是大材小用，那不是想着咱美好的未来，我才袂来这跟你斗相共。哎，我知啦，我知影你辛苦啊。只要你帮我选掉议员，以后议员夫人，甚至是议长夫人这位置，全讲的就是你哦。既然那是安尼，我就搁爱较用心的，扫你去你做议员这个步骤。对啦，是讲即马竞选的经费拢是亚军一个人伫咧出，安尼要选举真正足困难的呢。哎，这也无法度啊。啊，过去林妹啊，拢是谢文娘介绍的。即马伊唔肯支持我，我根本就找无人来给我赞助啊。我是有认识一个土地开发商啦，伊是专门伫咧做重化都更的。我会当介绍恁认识啊，到时阵哦，你会当介绍伊一寡土地啊，还是伫咧议会时阵小改斗三公者。我相信伊应该赞助你，成为你的金主。那呢，咱就唔免逐摆拢看谢亚军的面色啊。Baby， 你真正有够巧呢，你讲了有道理。虽然我甲亚军好好啊，啊，不过伊的个性哦，根本就无改变啊。较袂着，就甲我当作是细汉的，伫外人的面头前甲我架势啊，无咧留面子给我呀。但伊对我嘛是安尼啊，好的时阵哦，就亲好好；啊，若无爱的时阵，就甲我踢一边。有当时啊，佫对我起脚动手，敢那小查某。学姐，你是在讲啥子小查某？当然是刘嘉文啊！哦，我敢那想到伊个即马，佫伫咧天威集团，我都替你做抱不平，你知无？原来是安尼哦，我佫了解你的迷惑。那有可能啊？杰西卡，我肉你拢袂赴啊？那我可能没你啦。哦，那呢，以后都我想哈。当然是欧罗，你为着正常，这尼啊牺牲，愿意伫咧市场迄个所在陪妈妈住。亚军，真正辛苦你啊呢。你才知影，好媳妇真正是唔够歹做诶。我甲阮大家哦，本来就袂合，即个为着要表现啊，又好互大家看，我真正是够吞忍诶。而且我规暗嘛拢互帮阿定。好鸟去吵到睏袂去哦，安尼就准拄煞。我看踮伫迄个厝内底，甲阮大家大眼瞪小眼，你敢知影我计有偌痛苦啊？亚军，谢啦，害你受这款委屈。其实阮母啊，心真软嘞，你只要对伊哦加笑一下，胡萝卜加讲几句，伊对你的看法就会改变啊。你哪会知影我无错？我已经计较连我家己拢相信啊。但是你妈妈嘞？就是不爱给我好面子看，我今麦真正就是要搬回去住。那安尼，你就买物件给恁大家，互伊欢喜啊。是要买啥？啊，你怎毋想讲？伊住的所在用的物件拢足旧、足歹用的，那安尼你就买一挂新的，你家己爱用的啊。安尼毋是一减一个？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。好，我再搁试看卖。兰妮学姐，你不要去背后啊！不是啦，我要搁工课还未做完。哎呦，等下再搁做就好啊，行啦。Thank you.
块都还没够呢，那白几多啊？我去送阿哥啊。妈，这物件都是我拄则去 shopping 的时阵买的啦。妈，你坐咧，来。这物件拢是别来别友好你的啊。我是感觉出来这配单材质就无好，而且无我皮肤就疼。我就去买啊，这意大利的天丝寝具。阿哥有啊，你不是讲为什么鸟气啊，还有家族伫咧天花板开运动会啊？我就想讲应该是环境哦无好无清气。我就买迄个空气清净机、尘螨机，阿哥有紫外线消毒机。哦，阿哥有啊，我拄则还有买一挂家电，像像你了煮菜有啊。锅碗瓢盆我全部拢买新的，以后啊我就唔惊食你煮的物件歹巴肚。妈，你看我安尼是不是最友好？嘿啦嘿啦，真友好真乖啦。啊，当阮细个哦，就是讲哦，我的厝无清气啦，啊煮菜哦无卫生嘛。嘿，啊你既然都住袂习惯哦，啊你无你紧转去呀？啊到我这间厝哦，安尼这呢大间，啊你买一大堆，遐摆起来啊。连行路都无法度行啦，要讲倒？哎，妈，安尼简单啊！你着把遐较歹、较旧的物件全部拢淘汰，换新的，安尼又过会当省空间呢。嘿，啊，物件好好是安怎单调嘞？你莫了准讲你好个，就当偷坐呢。妈，那不安尼啦，我替你换一间较大间的厝。安尼哦，妈，你嘛知影，你是天威集团的亲家。你是亲家呢，啊！你搁住伫个市场这个所在，传出去真正有人笑死呢。你惊去用笑，无你紧转去啊！啊，我一个人尔，哪有需要住啊偌大间的厝啊？我敢是着我摒扫，我都头壳疼啦。哦，我也是住伫个遮哦，较惯势。但是妈，遮个物件我拢买啊呢。嗯，啊买啊，会当摕啊。啊，毋是人讲买物件拢有迄七天的鉴赏期，啊多好，趁即摆赶紧摕摕咧，钱过会当摕倒来。妈，我是谢亚军的，买物件去退货，啊传出去真正有人笑死呢。哼，你谢亚军是干怎？我才佩娟呢。嘿，迄买物件若买了唔对，若无满意，都是爱退啦。啊，若无会去用讲你攀呐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妈，你莫生气好不好？我会找时间去退货，你莫生气啊，好不好？那不安尼好啊，我替你摒扫。摒扫？你敢袂晓？袂晓。要唔过为着你，我愿意学。哦，好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你甲客厅哦先整理一下，我来内底哦摕些物件来吼。好，好。你摕扫帚哦，甲遮哦扫扫就好，好无？哦，较细力哦，嘿，莫讲着啊！好，我才拄讲尔呢。妈，拍死！我唔是偷工，就拍死拍死。好，刷去，涂骹我来扫。小姐，请你坐哦，好无？也唔讲吗？你莫讲话，我即马无心情跟你讲话，好。你给我先整理一下客厅嘞，无安尼好啊，你即马先把遐个物件吼，先摕去退货，好不？敢真正要退啊？拜托嘞，你赶紧摕去退。佮有，暂时吼先莫转来，等我把客厅变好，我才甲你通知，好不？嗯，好。好，多谢你啊。是啊，像这样是好心好滤镜呢。你是讲啥？无啊，